每一个会都在推动这个会务的同时，也要做公益活动，包括关怀。都在北区，我们这么美丽的餐厅新桃坊来上课，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总会长。总会长，谢谢长邱如。跟副主委，我们有北四区的副主委林云普副主委，我们北二区的副主委西梅姐姐，台中县区的俊华大哥，中壢区的慧姐姐，还有今天在这里忙来忙去的戴着口罩的摄影的，谢谢，以及我的主任，我们北一区的主任嘉平，北二区春月，竹苗区龙珍，总会长夫人也是海运会的，一大早六点钟，总会长呢是慧姐夫帮我们到那个交流道附近呢去插旗子，来谢谢总会长，谢谢。跟我们摄影文会的两位副主委，有美玲副主委以及昆石大哥来今天为我们全程的照相，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不要照相，我们能好好的把内心的那个满满的杯子把它倒干，我们把今天老师所给我们的，我们满满的带回家。他们去哈，真正辛苦的是我们海运会的系会长，还有海运会的所有工作伙伴。圆满哦，然后大家那个心满满满。早看到我们的左后方的一些早餐，我真的看到非常非常的很温馨。最重要，今年我担任所有委员会的那个总召集长，真的非常轻松。那我最后还是要借由大家的手来祝福生日快乐，谢谢徐会长生日快乐。又站在最前线，鼓励大家尽量的哈，把会员人数冲上，包括会务哈啊能够好好蒸蒸日上，都是他们十大手机一直在先导的。